可以肯定，这次一次企图搞空难的事件，制造空难的一个事件。所幸的是，我们机组人员采取果断措施，及时发现并制止了这一行为。我们的所有乘客、我们的飞机、我们的机组人员都安然无恙。 你也谈到，但实际上我们也关注到，在这个新疆警方1月份打这个销毁的这个。